这是哪里呀、啊？蓝海欧裔厨房，从这边外面那个头城的那条，往头城这边，然后外面那条路要去外澳的路上，然后进来啊，那条路进来这边很近，在路上就可以看到这一间哦，介绍哦，蓝海欧裔厨房，我们来看看哦，它的环境，它周边环境很好停车哦，这样子啊。这边就有附设那个停车格，好，非常方便。然后进来旁边周边还有一些桌椅可以坐在外面，然后小朋友要玩的，还有摇摇椅之类的这样子。大姐，你进去看看哦。一进来的话，它里面的环境就是这样，周边有卖一些东西，啊，宜兰的。依然他们的一些特产，金枣、蜜饯，然后这边还有 XO 干贝酱，两罐还有特价，还有蔓越莓千层饭、金枣茶包等等。好，这是另外附设卖的东西。然后这边里面还有一个两三桌可以用餐的，然后这边还有养鱼。好，它的环境打造非常漂亮。这边还可以提供客人在这边等待，就是说如果今天要是客满的话，可以坐在这里休息或什么的。但其实这边曾经也有客满过了，但是几率应该是比较少吧，因为它里面真的很大。我们等一下就来进去看哦。转过来，看小朋友玩的，而且用餐环境非常干净漂亮。整洁，然后这边有卖金枣茶，都是他们自己制作的哈，在这边卖，真的很赞。好，他都会让用客人在这边就是休息啊、坐着这样子，然后往外看出去这样子，很漂亮，风景很好。到底有多大？这样子你看，哇塞，这要客满也挺不容易的。这样子，然后看过去，超大的环境，有没有？这边还有一些书可以看，真的是整体来讲 CP 值真的非常高。等一下再来介绍它用餐的部分，再看看它的目录里面到底卖什么东西。哦，四处都可以停车哦。很大一间，真的超赞的。哦，这边这次还有送热乎乎的姜茶可以自取，很贴心。这边如果说你有今天吃不完的，你就自己打包，自己弄自取。哦，这边还有杯子啊、卫生纸啊，我觉得整个就是有点自助式的风格。但是又有服务人员，可是这里面是完全不收取服务费的哦。吧台，吧台很大，然后厕所就在这里，这样子。那化妆室进去很干净，然后转过来这边，最近还卖了一个什么一盆50块这种的，种的好漂亮，仙人掌啦，肉多多啦，啊。从外看出去还一大片草原，真的是很棒。好，看它的环境就打造得很漂亮，整个超大间的。好了，我现在去介绍它的那个点餐的目录喽。现在介绍一下它那个蓝海欧意式厨欧意厨房的这个餐点，随便翻开一页，下午茶就这么多，你看，可以自己慢慢看，慢慢的弄。哦，真的超赞的。我这样讲也介绍不完，不如拍给你们看。看好多哦，种类真的很多，而且，而且它这个哈，如果你套餐加开胃菜，只要50元一份。而且这边上面它的价格都是整个套餐的价钱，很划算哦。汤点啦、啊，沙拉啦。甜点啊，饮料啦，全部通通都有。这样子，意大利面套餐，
哦，如果说你要喝千层酥皮的话，另外再加50。它可以让你选沙拉跟汤选一个，然后甜点也选一个，饮料也选一个，还有香烤面包。是套餐部分，价格确实这样，而且不收服务费。你看，没有，我是说我的非常好。另外一页，什么都有，还有牛排哦，还有那个猪排，然后还有德式脆皮猪脚、拌鸡，很多烤鸡的，真的太多了。啊，我都很多，你这差不多吃了。请问这一道是什么？薯条，他送的是吗？对，他这边很好，就是说还有送优惠券，有时候还有鸡翅。我们的餐点来的，这个就是鸡茸玉米浓汤，是这边的。鸡茸玉米浓汤吧，然后这是他的香烤面包，然后这个是他的那个前菜，就是他的那个沙拉。很丰富哦，他的前菜就这么丰富了。嗯，我觉得这个香烤面包好好吃。很软 Q 哦，好好吃哦，你看，超丰富的，嗯，嗯，怎么那么好吃啊？哇饿，哇，我真的觉得它的 CP 值超级高的，一半没有服务费，而且。价钱收了很多的品牌，浓汤、面包、饮料、甜点、沙拉，哇，总共前菜就已经有占了5样了，然后还送那个姜茶，哦，真的很不错。最近这道叫什么？儿童餐啊。儿童什么？没有，就是儿童餐啊。儿童牛是不是？对啊，儿童牛。你喜欢吃什么？牛排对不对？嗯。那你现在吃，你跟我讲好不好吃？好不好吃？那你吃，你吃看。怎样？很好吃，很好吃是不是？这个牛排不会很硬，不会很硬哦，是你喜欢的对不对？这就是它的儿童。这个浓汤好不好喝？好不好喝？不知道是不是？那你觉得这个浓汤好不好喝？我还没喝呢。好，那你试喝看看，有试喝看看，喝看看看好不好喝？很好喝，好喝，很浓哦，很浓哦，奶香味很足哦。对啊，我觉得很好喝哎，不错哦，嗯，好浓哦，嗯，好喝多喝一点。一是我现在也真的很饿，所以一是我饿，二是因为真的很好喝，真的很好喝，所以我就更觉得很好更好喝。啊，原来是这样。嗯，好，现在来是什么餐？哦，超赞的，超赞的。你选的什么酱料？黑胡椒，哎，它牛排还可以分蘑菇酱跟黑胡椒酱分一点。哦，好新哦。小胖点的叫什么？那个香酥鸡排。啊？鸡排？这是鸡排，怎么看起来那么像牛排？没有。还因为淋了酱汁哦。对，淋了酱汁之后很像牛排。哦，你看这一份酱这么大哎，真的是有点吃不完。我今天吃的什么？肉酱面，肉酱面哦，跟我一样，我也是点肉酱面。对，哦，有好大一份，天哪！今天要加，超赞的吧？我要来吃哦。明峰，你现在吃的这个肉酱意大利面，你觉得如何？对，还蛮好吃的。蛮好吃的，对。有什么样的可以介绍一下吗？感觉就是它里面有什么这样子？有吗？有吃出什么特别的吗？我这个也有面，你有面？这里面有肉。有肉。对。我还加了一个鸡。你觉得很好吃的，对，是不是？很好吃。意大利。然后呢？我觉得蛮好吃的。蛮好吃的，以后有来。
都推荐这一间，推荐大家来。好，哇，它分量真的，你觉得它分量是不是很多？对，好，这是我们点的肉酱面。等一下，我可能是这是刚点的那个什么鸡排。啊、你觉得口感怎么样？分量很多，然后蛮软嫩的。分量很多，它肉都是肉质很软，是不是？软嫩，蛮酥的，对，蛮酥的。是你喜欢的吗？饮料明明就看起来是这块。你有没有觉得它分量太多，然后你吃不完？吃不完，吃不完。对，你每次面都没有吃完。每次他来啊，吃都没有吃完。对啊，你这次你自己说你。这真的不是说点一份餐就一定真的能够从头吃到尾，不是？可以分享。对，我觉得是可以干脆点一份餐，然后两个人吃。这切开下面还有面呢，真的是，哦，超赞的，哦，好吃，妈呀，好大份啊，天哪，真的很多呢，但是这个是我跟我女儿共食这一餐，那我觉得这样分，因为分量实在太多了，所以我们就叫一份，然后一起吃就好了，然后另外一个大的他就去吃他的午餐就好了，这样就可以了，不然真的吃不完。哦，我现在要准备要来吃吃看了，看起来就好多哦，好吃哦。哎，你在干嘛？我要准备吃面了。吃什么面？豆酱意大利面。OK， 你吃吃看。好吃吗？还不错。感觉上分量蛮多的。多，我觉得就是它的 CP 值。高在就是它的分量超多，CP 值高，对，还不错吃啊。那个肉酱的味道也不错，嗯。美味，吃很多。你一个人吃得完吗？我可以吃得完啊，因为我饿啊。你看那个肉酱好多，而且真的很多，好多味。哇哦，下面都是肉酱哎，你这样真的很划算呢哦。真的很划算。对啊，这样点这一份好像才300。哎，不是，380，很便宜啊，而且还打9折，而且它还有5样前菜，对，超划算的，甜点还没来，甜点饮料，对，对，真的很棒，好吃，吃光光哎，哇，我还没有吃完，还没有吃完，我觉得我好厉害，我也吃光了，我真的是饿到不行。等一下，我已经叫饮料跟甜点过来了。等一下再来看看甜点跟饮料哦。我们的甜点呢，我们都选择布蕾。它甜点有很多种，只是我们比较喜欢吃布蕾而已。然后这是我的奶茶，我们全部都叫布蕾哦。然后还有人选择可乐、雪碧对不对？还有可乐，这样子。还是先喝几口再到。好。那我们今天这里就大概介绍到这边为止哦。如果有兴趣的话呢，可以自己上网去 Google 看看这一间叫蓝海欧意厨房，在头城这里。它的餐点真的非常的多，真的很推荐来这边吃哦。